大家好，我是李宗盛，你的不动产专属顾问。宗盛感谢您的支持，上半年度荣获新北市第一名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。宗盛95年入行的时候，宗大哥跟宗盛购买了一个三角窗透天金店面，近期因为顶楼发生漏水，有来电询问宗盛该如何处理，宗盛立刻联络配合厂商协助估价维修，避免漏水问题越来越严重。修理好，宋大哥也蛮感谢宗盛第一时间的协助修缮，主动提供外墙，让宗盛做免费的广告，一次服务一辈子的朋友，客户的好口碑成为宗盛的动力与热情。如果你有房子要卖，请给宗盛专任委托，宗盛帮您找到房子的真价值，为他做出专属的行销介绍，百人团队行销，曝光最大流量。还有最重要的房地合一税、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计算，客户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安信团队帮你成家立业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